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， 今天带大家看位于 Bayang Lepas 区靠近槟城飞机场的一栋超级低密度公寓。这个公寓呢分为两栋楼，一栋楼呢有205间，两栋楼呢就是410间，一层楼呢只有7个单位，它是由千亿和千二方层组成的。来来来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去看千二方层的 Studio Unit。你可以在这个千二方尺的 Studio Unit 呢拥有自己的宽大私人空间，而且呢我们还会附送你完美的落地窗，那么你就可以呢看出去外面的夜景啦。走，现在带你去看千二方尺的另外一边。我们的这个厨房呢是走着 L shape 的厨房，所以呢你看的会比较宽阔。这条线过后呢就是我们的私人休息空间，我等一下呢再带你去看 Junior Master Bedroom 以及我们的小房，我带你去看。你看小房都可以放得下一个双人床哦。这里呢就是 Common Bathroom， 你看到所有东西我们都会附送给你哦。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 Junior Master Bedroom 呢可以放得下更衣室、化妆台以及我们的双人床。这栋低密度的公寓呢，千一方尺我们只卖这584千起，千二方尺呢，我们只卖这599千起。在这段优惠的期间呢，我们将会附送你全家的地砖以及 Grill Dog Grill Yard， 还有4个 Aircon Bybin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会有包你律师费，包你 MOD Stamp Duty， 重点是还会享有 HOC 减免哦。如果你是担心这头期的方面的话呢，我还会有一个惊喜给你哦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，欢迎点击以上的链接，或者是联系我，我们到时候在 showroom 见，拜拜。